我所认识的大溪都是大汉溪的东边，但是其实河的另外一边，河西最近呢发起了一场革命，这革命还跟一个神明有关，而且呢它有七大功能，当地人甚至称它为万事 OK 的斜杠之神哦。请问您是斜杠之神本人吗？我就是斜杠之神。这个人我觉得我好像看过他。每周二晚上10点半，在台湾的故事，杨小黎和你不见不散。